朋友，我哋今朝去边度啊？去嗰度边度噶？麦当劳入边有乜嘢？日本有部分的麦当劳是设有室内游乐场的，今天就想着吃完早餐就等 Siri 在这里玩一阵子，来到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开放时间是10点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留意时间。你想要这个啊？是啊，我是先吃加油啦，我是要这个字 Happy 什么 Happy Shadow 是吗？是的 Happy Shadow哇，哎呦，你给小朋友看看，好了，来一二三，拜拜。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就揸车大约30分钟就会来到今日的目的地大分农业文化公园。而这里都挺大的，有成120公顷的，所以里面就可以租单车啦。另外园里面还有得炸生果啊、蔬菜咁嘅。另外到了假日还可以俾钱坐下船仔，但我们今日的目的主要就不是以上讲那些，就是去公园放电和玩长上滑梯。好啦，跟住系啦，睇住嗰只系啦。哈哈，好唔好玩啊？当日咧嘅天气比较冻，我哋玩咗一阵咧就转翻入室内啦。入口咧就会先见到有喂奶嘅地方啦，因为大分嘅农业好出名嘅，呢度咧又点少得卖下佢哋嘅特产呢？有咩夹啊？好，有只，哇！又是白色耶。在这里唯一的餐厅就以轻食为主，隔壁还有一个全木制的玩乐区。落嚟啦，咁样。由于长滑梯喺另一边啊，为咗唔想黐住冷亲，我哋咧就决定唔租单车，直接开车去东门嘅入口。Okay.
离开咗呢度咧，再揸车大约45分钟咧，就可以去到旅游区游步院里边嘅童话小镇啦。呢度嘅布置好可爱啦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小动物添。如果中意嘅话，仲可以买埋红萝卜喂佢哋噶。冇瞓到啊？有冇瞓到啊？兔仔，呢度咧。每间屋仔里面都会买啲唔同嘅嘢嘅，而见得最多嘅咧就系猫头鹰啦。你睇下，真系好多啊！有冇拎出嚟？我攞出嚟，系喎，影相好唔好啊？呢啲特色商店咧都唔少噶喎，好似呢一间咧就以魔女宅急便为主题嘅。行过啲屋，仲有一间以飘零燕做主题嘅专卖店，好靓啊！呢度哇，飞得好快，半路啊！好可爱，你都食嘢啊？系喎，系啊。有蛋蛋扭啊！你知道有蛋蛋扭啊？咩色噶？睇下呢个咩色啊？紫色啊！俾妈妈睇得唔得啊？好，哦系喎，有两只紫色妈妈喎。被卡住了，哎呀！离开之前有点少得试下佢哋嘅小食咧，大推啊呢一间炸可乐饼。芝士，都再入边仲有芝士啊！好唔好味？够香。有薯仔味吗？好明。我好牛奶啊！好味噶，好味噶，好大蛋啊！呢度。捏落去个身度嘅，系咯呢个感觉。